跟住最后我就攞戒刀把嗰个剑喺庙度碌咗落嚟。登记证。而家系5月15日嘅上午10:30，夜晚嘅8:00就飞去澳洲啦。即系我6:00就要去到机场啦。我啱啱将我嗰两个夹冚埋嘅时候，两个夹突然间坏晒啦，一个夹就爆咗线啦，然后另一个夹个密码锁就开唔到啦。跟住最后我就攞戒刀爆咗个夹啦。然后另外爆咗嗰个就冇计啦。即系而家我就即刻出紧去买夹咯。因为呢件事就太夸张啦，所以咧我决定喺去买夹之前拜一拜神。你睇我而家个样好似死咁滞咁啊！咁就而家就入庙拜神，就唔录住啦。啱啱喺庙度碌咗落嚟，好彩冇流血。希望咁样碌一碌之后，就会冇晒啲衰气。依家嚟到荃湾买啲，唔知买夹个姐会唔会认得出我呢？我早两日先至喺度买过夹。乖乖地啊，你哋啱啱攞咗我嘅登记证，超级兴奋。啱啱个空姐问我几多个人去嘅时候，我话一个人，跟然之后感觉系好雀跃咯。一张就系去台北啦，然后第二张就系台北再转去澳洲咁样啦。转埋呢一个窗口位啦，即系我两程都系坐窗口位，我觉得超级好人咯。然后帮屋企人我劲多货，好似走水货咁啦。一个夹系唔属于自己嘅，我 total 系攞咗差唔多25kg 加15kg 嘅嘢咯，但系我自己嘅嘢可能得10kg 咁。几靓啊！你个女自己去澳洲，太好啦。完咗，完咗，就咁完咗个对话。夠啦，太誇張啦！點解要繼續轉啦？繼續轉啦！咁樣走啊！因為有鏡頭，所以講咁多嘢，頭先唔見你講咁多嘢，你知唔知會想要走啊？走啦！我哋咪咁咯。气嚟噶，打头度保护你个头噶。西洋白糖糕真系好食。呢只湿纸巾你有100块啊？而家有啲紧张，要搭8.5个钟嘅机，因为头先搭去台湾嗰阵时，只脚已经好痛。系呢一粒成粒都瘀晒，好彩上机之前我细佬帮我捽咗按摩膏，同埋黐咗呢个胶布，如果唔系应该更加不堪设想。大家同我加油！
话说嚟澳洲之前咧，我系完全揾唔到嘢做啦。不过好彩俾我发现到，中银香港有个推荐亲友计划。在推广期内成功推荐亲友以专属邀请码开立全新的综合理财服务，并符合指定条件就可以获得奖赏币2850元。每成功推荐一位亲友开立中银理财，推荐人就可以获得港币800元。自营理财或者是自在理财，推荐人就可以获得港币150元。咁样计下条数，我好似都可以唔使揾公主喎。應該是要出到去先影的，但是太興奮了，好興奮啊 ！Oh my god， 到了澳洲啊！勁似大鄉里出城咯，唔係講笑。哦，係啊，我真係開始嚟到呢個英文的世界，唔識讀。我想講，我係咩都想影咯。咧呢一幅白色、藍色、灰色、紅色嘅呢幅畫，我覺得真係好有藝術感。我係呢條片我會自己剪翻，所以我係一定會將呢個畫面發布。我諗我自己會咁精神咯，因為我啱啱咧喺飛機度咧係隻腳痛咯，但係其他情況都非常之好，係瞓咗，我估我都有瞓咗4小時左右。我而家咧係等緊行李啦。在行李這個位置，但是呢這個位置我就不是很可以影，因為呢我應該有一個29寸的機和一個20寸的細機，我是完全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做到這件事。我剛剛拖這輛車出來的時候，也有人幫，所以我應該是要尋求別人的幫助。哇，到咗啦，劲兴奋！虽然咧而家有少少雨啦，但系都不掩我呢个兴奋嘅心情。耶！而家去紧我舅父屋企。我而家咧就去到我舅父屋企啦。現在這個時間是當地的11點，我是覺得天氣是比較乾燥啦，雖然是有少少落雨，可能你都看到天有點陰，是有少少落雨啦，但是都不會說是很濕濕立立的，是挺舒服的這個天氣。我發現原來我花粉症了，因為呢我一落機就不斷打黑癡，但是呢我戴翻口罩冇事喎，但係又唔係因為凍啊，又因為咩？跟住我舅父就話，可能因為附近有好多花粉，所以就有呢個問題。所以我就諗，我可能都要用翻一段時間去適應翻呢個問題咯。我依家嘅心情係幾輕鬆愉快，未去到十分著弱，可能因為有啲眼瞓。我估可能俾我瞓翻晚，第二日瞓醒就會哇哇，就會好開心。因為我都幾慢熱嘅個人，所以可能冇咁快去發現到個哦，我世界原來唔同咗啊咁樣，係幾搞笑啊！再 update 你哋，記得幫我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！下次見。